是去倒位嘞？关姑娘，喂，小雅，你找着我？我找无，你找着无？哎呀，实在有影，唔知对倒位去。哎呦，唔知会叫崔艳伦甲刣死啊未？可是我若早一步倒转来就好了。就是讲安尼，哎呦，娘喂，要来。皇上若是知影关姑娘已经死啊，唔知要偌伤心。嗯，迄伤心是小事啦，我上加担心的就是惊皇上唔肯回京啦。要伊搁会下旨吼，叫人带关姑娘迄墓边啊起一间厝，永远住啊陪伴的，安尼就吃力啦。这根本皇上伊都袂去想到这个代志啦，啊，互你安尼一个讲吼，迄无定着伊就会照安尼死做。到横顶啊，有一挂只个歹步啊，都是拢恁想出来的啦。啊，老相公，你妈妈安尼常常甲我冤枉，我是想讲，等皇上也无伫咧遮，我倒安尼凊彩讲讲，安尼好要紧。哼，文叔，我看为着要赶紧让皇上回京，最后关姑娘伊死去的代志，若当着皇上千万万请来讲。这，哈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会用咧让皇上吼归心似箭，即时就想要回京。也无啊，玉王爷，你又搁有啥物诡计啊？嗯。公主回来了，叩叩皇上，神保到不周，四皇兄惊讶，请皇兄恕罪。嘿，欠无罪，紧起来，紧起来。小皇兄，太叔，他关姑娘呢？哦，因两个即马拢回京去啊啦。啊？回京？嘿啊！因先拢来先转去嘞。嗯，啊，转去要甲你准备这个婚礼嘛。啊，都老相公吼，老人较无胆啦。伊讲惊，互灵王阁派人来甲遮咧啰里啰嗦吼，安尼会抢时间啦。啊，因为着爱面子的关系吼，要紧转去传，啊，较方讲较体面嘛，对无？对无？吼。啊，人个关姑娘吼，嘛是想讲安尼有你，所以毋才甲伊斗阵回京看样，吼，对无？对无？对无？吼，吼，对对对，迄啦，迄啦。玉秀若是同意咧，逐项着拢总会用的。嘿。对啦，就玉，啊，你甲素梅有婚书呢？皇上。新的婚书是小事，我看你还是提早回京较要紧啊。无咯，你甲素梅，这嘛真要紧，爱做一个拍算啊。
皇上。老计，现在来啦。你中心的花岗。真正是认为赶紧回去还要紧啊！哎呀，免着急，免着急。今日还阁有一件未了的心愿呐。哈，无皇上啊，你是还阁有啥物心愿呐？蝶姑娘对我有恩，我想讲，我以后是本心来去向伊道别啦。相传其女子上京要救驾所处，伊甲皇上情思兄弟，伊后来嘛，后来因就情胜夫妻啊。
你安尼做是真对啊。假使皇上若知影管用消息，伊一定会坚持去留点迄个亲戚村，但阁费袂少的口舌，也无可能通啊靠卷伊倒转来啊。也毋过，永远乌满也毋是办法。在，你应该想看什么好办法，在迄个较袂伤心下的情形，来向皇上讲管玉箫去世的消息啦。老臣早都甲周勇玉王想好一个妙计咯，因为皇上曾经在伫迄个宋家庄，遥奉宋伯万之力，宋彩霞为炮得飞啊。如今就请太后下旨，暗中迎娶伊宋美龄进宫，甲皇上成婚。等到那成婚之夜，就是讲皇上已经发现真相啊，身躯边都已经有宋美龄甲伊陪伴伫个。我看安尼也袂甲啥物伤心才对啊。阿、啊、弟啊，皇上是你的囝婿，嘛是你的学生。你到現在還不了解他的個性，這樣做根本是無濟意思。這其實啊，除了這樣做，其他是沒有更好的辦法，不如咱就給他試看。啥？下月七日完婚？誰怎麼就要等一個月啊？皇上，你若无爱先问看，这个新人到底是啥人？是我的小贤弟啊，不是管贤妹。我拢讲唔对，也不是贤弟，也不是贤妹，新人的名叫做管玉箫。皇上啊，呀，迄个管玉箫，伊到底是安怎好？是安怎？你哪会特别对伊遐尼啊痴迷？啊，当然，伊的好处是真多啊。而且啊，你若要知，点就详细讲予你听。哦，亲切细腻恭听。一个红细红细的，容貌自然啊，改扮男装是舒欢哦。忠孝论文武，子子去传。亲将军待比如何？哎，言之小婚也差太多。既然伊千般娇，万般好。皇上，如此我愿将正宫来推量，予迄个管玉箫来接这样照应。而且啊，而且你哪会用安尼讲的呢？而且啊。你天生富贵，妙语天下。伊有消息，江湖中一蕊奇花。良人是难比高下，
乡人也是难做分草。皇上，伊既然成定啊，江湖中你不该来将伊哦。为什么呢？哦，你伫食醋心？皇上，我敢是迄种爱食醋的人心？要若无是安怎，要叫我从关玉箫来放我袂记的呢？臣妾是为皇上你设想，万一迄个关玉箫若是伫咱的宫中，这种生活伊带了袂惯势，安尼你是要安怎？你敢肯放出去？迄当然唔肯咯，我会甲留咧。啊，若留袂掉咧？若留袂掉，我就甲伊斗阵走啊！啊，皇上，你为着一个关玉箫，江山你着唔顾，母后你也无爱。哎呀，二姐啊，你是伫咧紧张啥个？我是要讲予你明白，爹嘛，这世人江山人个无爱。关玉箫袂晓无娶的啊！你老兄，你的贵妃已经来啊！来啊！嘿，你看。天妹，停心，停心啊！夏皇兄，啊，你，臣妾是送差哈，不是玉箫，哎，玉箫，皇兄，你看，这对玉环是你送予臣妾做信物的，你前日又搁封我为浩德妃，敢讲你袂记得咯？哎呀，差哈，我今嘛伫咧讲的。你袂明白啦！太叔啊，无啊，这是安怎呢？这什么这甲这？我今仔日是要成婚，是关玉箫，安怎会变成安尼死呢？讲啊！就用玉箫呢？皇上，关姑娘曾经委托臣，将这块玉佩交皇上。对，我会记迄一天叫崔彦伦把我提去，玉箫实在真有办法，阁会晓甲摕倒转来。对，周勇，玉箫是安怎叫你摕玉佩来给我的？哪里伊现在人伫倒位呢？伊人伫倒啊，怎袂来见我呢？哎呀，皇兄。宋贵妃美貌无双啊，配皇上相思是一对的璧人。皇上，你又何必伫咧思念迄个关玉箫呢？皇上，今伫咧问是关玉箫，你跟我讲迄其他话，遐尼正事要创啥物呢？现在玉箫伫倒位，结果？这，讲啊，是安怎这个迄个，我咪。讲就讲啊！玉箫伊都，伊怎样？玉箫伫清溪川，伊伫咧清溪川，伊即马死去啊啦！Thank you.
心似风将此人天高一路